第五十题，小雅手拿一透镜，经由透镜观察字卡上的字，随着透镜与字卡的距离改变，可看到大小及形状不同的像，结果如右图所示，则此透镜的焦距最可能是下列何者？这个成像中有放大像，所以我们知道它一定是凸透镜。最左边的成像成的是一个正立放大像，凸透镜要成正立放大像要在焦点以内，所以就表示9公分是比焦距要小，焦距会要大于9公分，所以答案不会是 A。 那么最右边的呢，是成为一个正倒立的缩小像，倒立的缩小像要在两倍焦距外，所以呢42公分呢是大于两倍焦距，所以呢焦距呢会小于所谓的21公分，所以答案也不会是猪。那么中间的成像叫做倒立放大像，是在焦点跟两倍焦距间，所以呢26公分比焦距要大，但是呢比两倍焦距要小，所以呢我们的两倍焦距呢焦点呢会大于所谓的13，因此也不可能是11公分，所以只剩下了 C 选项的17公分有可能。所以第五十题问我们说，则此透镜的焦距最可能是下列何者？那我们的答案呢，选的是 C 17公分。